进了这净身房，你总得留下点东西才能出去。等，我有话要说。您说。士可辱，不可杀。公公，你把我当个屁放了，行不行啊？那可不行，现在宫中正缺人手。快点，磨叽什么呢？马上就要上朝了，今天可是北辽使臣来访的大日子，耽误了上朝，你我都得掉脑袋。我这就下刀，快得很。想不到我当了半辈子的社畜，到头来成太监了，我真是出身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沾襟呐。等一下，刚才这首诗是你做的？算是吧。嗯，北辽使臣里有一个大才子，陛下正为这事发愁呢，你这一刀下去，少说十天半个月他也下不了地儿，还是让他先随我们去上朝，说不定会有大用处。哎，听总管的。我北辽精兵百万，雄居北方，无人可挡。南唐理应对我北辽俯首称臣，连年纳贡，否则我挥师南下，必踏平你南唐。可笑，我南唐也不是吃素的，你要战我便战，还怕你不成？老板。